八，伏羲《易经》研究网站。九，《易经》全文。十，《易经》入门篇。十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十二，《诗经》。十三，《诗经》。十四，《中国古籍全录》金库十三经。一，老子文化网。网页似乎在奥运期间暂时被和谐了。二，巨龙在线，龙行天下，似服气不太稳定，某些时间无法开出网页。三，有关道家道教的论文篇目。四，天策府。五，鬼谷子。六，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子网页，文本数位图书。七，列子与佛经。八，列子集释附录。九，诸子百家。一， Inbert 印度学佛教学论文数据库。二， Spet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三，大藏经解说。四，中华佛学研究所。五，中华佛教在线。六，中华佛典宝库。七，中国佛学院学术成果。八，佛教入门网站。九，佛教藏经目录数字数据库。十，佛教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十一，佛教导航。十二，佛学世界佛学藏经阁。十三，佛学在线。十四，佛学研究网。十五，曹洞宗关系文献目录资料库索引。十六，台湾佛学史料库。十七，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八，佛教天地图书馆。十九，佛光山电子大藏经。二十，佛陀教育基金会经书电子档。二十一，般若文海。二十二，净土圣贤录。二十三，无量光明网。二十四，汉文电子大藏经系列。二十五，2008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二十六，澳门佛教双月刊。二十七，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月刊。二十八，灵鹫山线上抄经。二十九，佛教制度研究中心。三十，中华佛典宝库注意之家。三十一，峨眉山佛教网。三十二，佛教五台山资源下载。三十三，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传佛教历史。三十四，西藏佛教。三十五，佛教大词典线上简易查询。三十六，巴利佛教专有名词字典。一，中国宗教关系目录道教篇。二，道教文化资料库。三，道教学术资讯网站。四，道教文化。五，道教全球资讯网。六，正宗道教经典。七，台湾民间信仰书目资料库0510/51/5f0.309/36990/17292221。一，辅大哲学系线上笔记管理系统。二，东吴哲学学报。三，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学报。四，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全文下载。五，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中心。一，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二，天籁银社。三，诗心汉选。四，词话集成。五，乐府诗集。六，诗词区网站。七，诗录。八，不习歌者苦，但伤之音稀，诗词区文三语吟唱读资料库。九，
新诗库、新诗典藏。十、台湾诗学季刊社。十一、陋室轩。十二、唐诗宋词。十三、诗词区。十四、园区唐诗宋词。十五、空大词曲选加油站。十六、诚心小站。十七、历代诗词。十八、中华诗词网。十九、古今诗词选。二十、爱如生中国古籍资料库别集丛编系列。二十一、诗学季刊现代诗。二十二、中国诗词区 Gopher 站。二十三、中国文学小站。二十四、台湾古典汉诗。二十五、古典文学馆。二十七、大唐风采唐代诗。二十八、汉儒。二十九、中文 com 古典文学。三十、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三十一、中国文学电子图书馆计划。三十二、中国诗词网。三十三、文学之家中国文化宝藏。三十四、故宫韩泉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三十五、神游大唐唐朝文化。三十六、传统中国文学。三十七、城镇国文教学网中国文。三十八、网络展书读。三十九、乐在词中。四十、锦绣中华之一页古典诗词。四十一、中国文学小站。四十二、古文大观。四十三、中华诗词系列词林。四十四、一网打尽诗词品评。四十五、诗文古籍。四十六、中国诗词区。四十七、唐诗的发展史。四十八、诗的艺术。四十九、台湾古典汉诗。五十、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五十一、暨大中文网络电子书系列诗话典籍资料库。五十二、花语页。五十三、诗文古籍。五十四、兰亭集诗。五十五、汉籍电子文献。五十六、网络展书读。五十七、台湾历史珍藏疑点通资料库检索系统。五十八、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五十九、中华文化网。六十、九思亭。六十一、传统中国文学。六十二、艺文聚贤楼古典诗词教学网站。六十三、诗词金庸。六十四、诗词艺。六十五、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六十六、沁园春古典诗词。六十七、新官网络诗会游鱼艺电子报。六十八、园区唐诗宋词。六十九、竹院厅与文学站。七十、中国诗人论坛。七十一、兰亭雅集。七十二、网络古典诗词雅集。七十三、中国传统文学。七十四、网上文学大全。七十五、全台诗电子文库。七十六、全宋诗分析系统。七十七、诗词歌赋天涯在线书库。七十八、全台诗。七十九、中华诗词简繁。八十、诗词区典故。八十一、中国历代诗词欣赏。八十二、望月诗社。八十三、诗话资料库。八十四、网络古典诗词雅集。八十五、艺文聚贤楼。八十六、诗讯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mekonope.com.tw/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d=20070904 和 http://mekonope.com.tw/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问号d=2007-09-04 和斜线 URL nm=hojen 和 t=htm 和 fn=man 和 view=1。八十七、
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88奇峰诗社。89台湾自然生命。90牛营书舍。91艺文聚贤楼。92中华诗坛。93古典诗学。94黄溪传统诗坛。1菊斋论坛。2国学诗。3爱诗词简。4中国诗词大全简。5诗训简。6国学简。7中华经典文学网简。8酷网文学简。9中国诗歌网简。10爱诗词简。11全唐诗库简。12天涯角落的心灵小阁简。1陆之夜。2易然雅舍。3华文字句搜寻网。4诗词普及化。5博文诗社。1中华诗词资料库。2葛氏吟社。3汉诗创作日本汉诗网站，内容相当丰富。1环球诗坛。2四海诗社。1网运天声。1李白。2杜甫。3李商隐。4白居易。5苏东坡，千古风流人物。5欧阳修诗词。6李清照。7辛弃疾。8李煜词选。9王维的诗词欣赏。10张可久《清江引·秋槐词曲赏析斜线 tune09htm。 11徐志摩诗文网简。1孤独诗歌简。2无限诗网简。3乐斋。4紫轩谷。5东城乐府。6十九鼎的汉诗馆。6白灵文学传现代诗。7品梅斋简。9千载有余情。10古诗亭。1逍遥艺文网全园区。2园区的概况。3赏心乐事学昆曲。4牡丹亭。5中国秦腔网。6戏曲音乐学之我见。7元杂剧中的世情百态。很多的劳力，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这里
聚在一起，然后有这么舒服的空间，能够让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那后学各位伙伴有看到后学前面有那个 PowerPoint， 但其实后学在这之前根本完全 PowerPoint 以前大学学过，可是就想说啊，反正以后不会用到，那没关系。那后学要来这边学习的时候呢，后学爸爸就一开始就说，人家那边没有黑板咯，你要赶快学 PowerPoint， 人家都要展示在上面。啊，后学就很紧张，在想说怎么办呢？为什么本来只是想要准备要讲些什么东西，现在变成又要多学一样 PowerPoint， 就很紧张，就这边啊准备啊。然后因为后学又是以前虽然知道，可是现在算是第一次去真正实地的操作了，所以说根本就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然后要去问人家。然后后学爸爸刚好最近又学 PowerPoint， 他就在那边跟我谢，就说好，很厉害哦，人家我们在高中里面啊都有学 PowerPoint 啊，要不要教你这样。后学就这一段时间除了准备以外，还做了简略的那个 PowerPoint 的报告，但是也说如果不是非常的好，然后也没有很多的图案啊好可以欣赏的话，也请各伙伴稍加原谅一下。不过后来呢，后学在电话里面跟演讲师谈论过一次，才发现好像也不一定要做 PowerPoint 的，只要做 Word 把那个资料弄在上面就可以。所以不知道这样子是好还是坏，可能因为这样子让后学又学会了一样东西啊，又实际操作一样东西。那今天呢后学要跟各位伙伴一起分享的就是用心迎接异世纪。因为当时呢真的不知道后学可以讲什么，因为其实后学在学习方面还是需要很多需要加强的部分，所以说如果说在中间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啊，那可以请各位伙伴能够跟后学分享一下没有关系哈，那互相求进步。在异世纪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进入了21世纪，真的蛮难得的。不知道各位伙伴那时候刚刚进到新的世界什么去倒数啊，好像感觉非常不一样，大家都不睡觉就拼命跑去那种人潮拥挤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庆祝，然后5、4、3、2、1说耶21世纪，然后后来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都不停的在跑，那变化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所以呢接下来想要让各位伙伴先看一下，不太会控制，不好意思。而且
现在有一些新的教材。那陈琳呢，他曾经在国中课文第四册里面有一篇文章是编译馆揭露的，叫做声音中。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伙伴举手。好，放下，很好。那呢，他有很多新诗的作品，那其中呢有一首诗就叫做走索者。什么叫走索者？走就是走路的走，索就是绳索的索，者就是知乎者也那个者，好，叫走索者。那它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走索者，真的要让马戏团表演，它不是都会有人在那钢索上吗？然后他可能拿着球啊，在那边玩球啊，或者是拿着那个大的那个棍子在那里保持平衡，然后在上面做一些奇特的动作嘛。那后面又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像是一个走索者，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好，处处藏着危险，处处有危机的地方，我们要去接一颗很大的球。这颗很大的球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知道这颗球是什么吗？我们在这个危险的一条绳索上走，可是我们唯一接受的是一颗很大很大的地球，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那我们要把它带到哪里去？我们是非常常常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好，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不知道我们依靠在哪里。大部分的人现在几乎都是这样。那设计的让浪潮呢，我们是要跟着他走，这样子的话这样拍打，然后让他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还是我们要自己的方向，要自己的目标？这个我们接下来的地方后续会再跟各位伙伴做介绍。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正题的部分。好，现在要介绍一下日式记的现况，这是后学整理的，但是不见得是完全正确，不见得是非常的完整的。那如果说有补充的地方呢，其实各位伙伴都可以再自己去想哈。首先呢，后学就是要讲到我们的日式记有哪些，是什么样的一种世纪。第一个就是资讯发达的世纪。第二个呢，就是物质优渥的世纪。第三个呢，是全球化的世纪。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资讯发达的世纪哈。在后学大四的时候，不知道各位伙伴有没有对于我们社会的一些动态啊，有一点敏锐的观察度。像后学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一种电子器具，就是 BB 扣。应该大部分伙伴都看过 BB 扣吧，就是那种随扣随到那种一小小一盒，然后那时候大四的时候啊，就有自己身上有 BB 扣，就觉得哇很炫，就觉得说这样子很高级，已经很棒。结果没想到一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大四大五去实习，已经开始流行手机。其实大四就已经有些同学有买手机，大五的时候就是我们实习那一年哈，几乎每人就一只手机。就会发现怎么会这么快速呢？甚至不止一只，可能两只、三只啊，因为门号便宜嘛，又可以有新手机啊，大家就会拼命的贩，还有那种收集手机狂的，有没有？大家身上就很多东西，避来避去都不知道是谁的。资讯发达很好，还有呢，像我们网络非常流通嘛，对不对？像以前的话，就是可能今中国发生事情，外国不会知道，可能要过好久好久才会知道，就是讯息流通的速度非常的慢。但现在就不一样啊，现在呢有网络，而且呢从以前的拨接到现在的 ADSL， 甚至还有无线上网了，所以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全球的资讯，非常非常快。而且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念一本书，一本《红楼梦》那么厚，一本《史记》这么厚，每次我们去念书都要抱很久。可是现在呢，只要你有网络，你上网，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查到这些《史记》里面所记载的资料。那么厚的一本书在电脑里面，根本就是薄薄的一片，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这些资料。那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说水能载舟，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什么？亦能覆舟。对，有的时候都是好，没有错，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方面你不去思考它会带来的坏处的时候，
务嘛。那国中生哈，尤其是男孩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极度的喜欢玩电脑。现在网咖又非常非常盛行嘛。那时候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几乎大家，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便宜，因为家里是拨接上网嘛。你要按那个游戏，你都老半天来不及，到外面去又吹冷气，对不对？又有东西吃，又有东西喝，然后呢，速度又快，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去网咖。那当时刚出现的时候，甚至有家长跟同学讲说，昨天晚上一整天，他儿子都没有回来，然后呢，他不是睡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有回来。然后隔天呢，他半夜大概三四点的时候要起床来上厕所，就发现为什么家里的门是打开的，没有锁，是开着的，那不是很恐怖吗？半三更半夜自己家里的门是开着的，然后他就发现他儿子不见，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不见，然后就偷偷趁他妈妈睡着，三更半夜冲去网咖打网咖，想说等到六点再回来，看有已经疯狂到这种地步哦。而且呢，通常其实啊，你说你跟学生讲说，你们以后都不准跟我去网咖哦，啊，谁要去网咖就要揍人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你不可能随时随地二十四个小时去监督他们去哪里。那当然的呢，学生也会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无限制的去，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是早上七点半早自说要到，那他跟妈妈讲说，妈妈今天我要早点出门，因为我今天要考试。好，他六点半出门去网咖，顺便吃早餐再来，然后就迟到了。那就是能够把握多少时间，把握多少时间去玩就对了。那个时候呢，后学就觉得不可能，你一直跟他讲说我不能去，不能去，他们就不去，就问他说为什么网咖这么好玩，他就说好玩呢。那个图案啊，人物啊，都非常好玩，而且还跟人家那个线上交换啊，什么什么的，多好！哦，那自然，因为我们都不会去嘛，我们很少去嘛，因为他那边也不能存档啊，对不对？如果要存档，要弄什么网络图也很麻烦。那后来呢，有一次经过一点点，就是有一个学生跟浩学比较熟，就是说他什么事情比较容易讲，然后呢，他就讲那边叙述他们去玩那个。电脑里面的游戏很流行，是天堂嘛，什么第几代嘛，然后他们就换天币啊，天堂的钱币是不是啊，所以他可以卖钱，还有很多武器，那你要怎么样有这些天币还有武器呢？就是你要不停地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按着那个滑鼠，对对对，练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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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练练练练练到你升级了，然后升级以后你就有天币，然后被人打练功练功，然后有武器，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的按那个滑鼠，对对对对，就像慧学刚刚讲，按很多次，他就说老师，这很好玩，你知道吗？练功以后就会有武器，还会有钱，有天币，然后呢，如果我很高级的话，我就可以跟人家谢。后来我想一想，我就说，奇怪，你们真的很奇怪，你们说念书很无聊，要一直重复的背，如果是国文的话，是背注释嘛，对不对？啊，背注释才会得分，一起两分，如果你错两字就没分了。背注释要努力的背，要重复很无聊，可是你们坐在电脑前面这样按滴滴滴练功练功，不也是很无聊吗？而且你电脑一拔掉，不然没有了，你的天命在哪里？你的武器在哪里？我就问他说，难道你觉得你练功练完，你真的能够从这里飞到升旗台去，你不用走路了吗？你真的能够哦，那个武功高强，会轻功，会怎么样，水上漂流都没有的？哎，他们想的就一直笑，哈哈哈哈，这哪可能嘛？可是为什么他们又会去做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有念过，他说呢，五色会使人怎么样？目盲。当你看到很多刺激、很多颜色、声光效果的时候，你会麻木掉。当你回归到原始的课本，或者是原始的经典，或者是一般日常生活，你会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的刺激已经到了最高点，所以你会觉得生活枯燥乏味。所以真正我们常常说以前的人很老后口啊，以前的人很落伍啊，可是真正所有的电子用品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吗？其实不一定。而且我不知道各位伙伴有没有那种经验，如果你在那个电脑前面太久，不仅是腰酸背痛啊，而且你会
不想跟旁边的人说话，有一种自我封闭的感觉。因为你就在网络上跟他聊天的啦，对不对？你就真制造你自己美妙的那种理想幻想，因为实际上的人根本不算什么，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讨厌，对，你就会拒绝，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就只是电脑的朋友而已。所以电脑它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知道电脑方便？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的话，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成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用来玩游戏，或者只是用来上网聊天的话，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 ，CNET 的广告吧？就是那个电脑上面长脚，然后就说快要离家出走，我的主人，你都为了你什么？你每天都只是上网聊天，哈，都没有把我好好的利用，所以我要离家出走。记不记得那个广告？对，就是这样。那资讯发达的世纪呢，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后水天看李佳宏的一篇文章，他说他那个故事里面哈，讲到一句话很有趣，各位都知道说这个基督耶稣啊，他在哪里生出来，在哪里诞生，在哪里诞生的？马槽，对不对？好，那篇文章就讲说现在电子化社会嘛，到处都有那个警报器啊，你随便碰到人家的家里啊，或者你躲到人家的哪个地方，都有感觉像是有地雷，你随便踩过去一下就叮叮叮大响，然后警察就跑来抓你。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话，耶稣要去哪里降生呢？他连一个马槽都找不到，因为每个地方叮叮叮，玛利亚是要去生，要去哪里生那个小 baby 的时候叮叮叮，他去哪里生呢？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蛮好笑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哈。好，那第二个就是用户的世纪，物质用户的世纪。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生产力都非常非常强，生产力很大，一样东西可以一下短时间就很多人同样的东西出来。所以说呢，如果电视广告，如果公司他不去鼓励你说你多消费一点的话，那他的东西要往哪里跑？所以说整个我们的社会大潮流都在鼓励我们消费。最近有一个广告，后学真的很喜觉得那个广告很好笑，很爱学，那是有一群女生嘛，买过去吃东西，买过去吃东西，然后后来就到了到什么饭店休息，最后还是哇，买过去吃东西，买过去吃东西，然后你再看那个广告就觉得很好笑，可是你想一想也很可悲。难道我们一辈子，我们每一天，我们买过去吃东西，买过去吃东西吗？好，可是这个是电视的广告，这个电视的广告对我们人的影响有多大？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真正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过的日子。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人逃避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你成天躺在那边没事坐晒太阳，喝下午茶喝咖啡，然后都不去想。第二种逃避的方法就是你不停的买，不停的报，不停的去吃那个喝那个买那个唱那个玩儿都没有。这两种都是逃避问题。有的时候你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困难，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今天不要去想，我今天不想管，然后怎么样不去想，不想管，不去解决，就是不停的去动，不停去耍钱啊，吃东西啊，好去麻醉自己。可是这个问题还是持续存在，这就是我们物质优渥这个世纪。各位伙伴，你们因为都学过一些艺术史啦、美术史啦，啊，那你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的19世纪跟20世纪在艺术方面比较有名的？19世纪、20世纪是艺术非常发达的时代。19世纪到20世纪当中，或许举个例子，美术在艺术方面的话，有印象派，有没有？念过国中的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印象派的画家，在杏林子的《生之歌》出现过，他跟杏林子的遭遇非常相同，记不记得那人的名字？雷诺瓦，有没有？他也是得了这个风湿关节炎嘛，他就是印象派的画家。你会发现他的画，虽然说他的身体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画出来的画却是充满着色彩的，却是快乐的，都是可爱的，令人心情非常好的。你会发现19世纪跟20世纪出现了非常多的艺术大师，包括毕卡索，包括莫内。想过我们21世纪的，20世纪，你会发现大家的倾向于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会发现我们人类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从十九二十世纪的艺术啊、音乐啊、思想啊、哲学啊，已经转变到在金钱里面，金光闪闪，那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荣耀啊！各位伙伴可以想一想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全球化的世纪。我们知道说，刚刚我们讲到网络非常发达，网络非常兴盛，我们说啊，世界可以变成一个地球村，很棒。可是，各位伙伴有没有发现，现在欧美正在进行，不管是欧美，不管是别的国家，比较强势的国家，它在进行一种心灵上的殖民。你们知道殖民，应该都知道吧？以前不是很讨厌那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吗？殖民就是所谓有权势的国家，他用经济或者是用武器，用他的力量，然后去统治别的土地，统治别的国家人民，这叫殖民。我们现在有很强的心灵殖民，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哈日，因为我们哈美，我们哈韩，我们哈很多东西，就是不哈自己啊。好像那个什么，一大堆什么，像现在流行什么波西米亚风哈，什么哈，大家都要开始买波西米亚风的东西哦。然后前一阵子流行什么，罗曼史之前那一部韩剧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反正呢，里面的那个偶像有一股项链，你要戴，他流行围巾，你要戴一下，要去买一下跟他一样的围巾哦，头发跟他一样哦。好。讲好听一点，我们真的是跟着串流行，我们是同步流行。可是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如果是同步流行的话，那它就丧失了多元化的特色。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有他们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只是在看着最大的、最强大的国家流行什么？我们就跟进，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多元化就会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就是一元化。一元化真的好吗？如果每个人都一样好吗？这是上天创造我们的原因吗？这是上天创造我们的目的吗？想应该不是哈。那通常贺水这边很开的广告，因为贺水很喜欢从广告里面想一点有的没有的。有一个广告很有趣，是Nokia的，有一个乞丐，乞丐呢，那个在路上逛啊，他就去报纸飞走，哎，捡到一个Nokia最新型手机，后来忘了什么牌子，什么什么型号了，不知道是什么，忘记了。哦，捡到一个，他就拿起来听，旁边的人很多人走过去，看到那个乞丐在讲那个Nokia电话，隔天怎么样？隔天看到的人全部都穿乞丐装，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看这个广告，声音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呢？啊，其实这就是一种盲目的跟从流行，因为大家都以为说，哎呀，这是因为他们有钱人家故意学的，所以他们穿乞丐装。好，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笑、很有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它其实有一点蛮讽刺的。所以讲到现在。各位伙伴，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二十一世纪产生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世界的顶端，可是我们常常会不敢去否定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观念、还有思想、还有潮流。我们很害怕说，如果我们不跟上流行的话，我们会被推挤到边缘去，我们会被孤立，会被边缘化，我们不敢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意见。可是你偏偏又说你们都不要同化我，我自己是一个，我是有个性的人，可是我们偏偏又跟人家走，我不敢有自己的选择，不敢有自己的判断。从前的色情文化变成现在的情色文学，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很多人他做一件事情，但是他把它堂而皇之啊，把它变得那是对的，那是现在的流行，那是文学，把它冠上一个正义的符号。那我们就说，哎呀，这流行嘛，没错啊，他们说的就是对的。你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挣扎，你会想说，是这样子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因为你会觉得大家都这么做，
所以你也这么做，那不是非常非常的矛盾吗？想要有自我，可是却又失去了自我，就好像国王的心意，对不对？好，大家都说有一件衣服啊，很漂亮啊，什么？大家都哇，好漂亮啊，拍手。只有一个小朋友说出来，啊，那不能是没穿衣服。你是要当那个小朋友，还是要当那个路边的行人呢？好，这就是我们异世纪的一个现况哈。那接下来呢，后学要先讲到说，先让各位伙伴欣赏一首诗哈，就是散文诗。所谓的散文诗，不加多加介绍，就是说它跟诗的形式比较不一样，它是用散文的形式下去表现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让各位伙伴可以思考一下，这首诗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义。通常好像都很希望别人来肯定我们。当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
师说，哎，某某某你不错哦，进步了哦，我们需要给我们鼓励。从小到大都是一样，我们做一件事情啊，扫地扫得很好哦，很认真哦，都没有灰尘哦，很用心哦。我们都一直需要依靠外在东西来给我们自己肯定，说我是好的，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有用的人。追求的假我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我们常常会哈，怎么样想办法让别人来重视我们？有两大方法，第一个就是就是这个物质上的。好，比方说啊，穿要带什么 Gucci 的包包啊，啊要什么 Ali 的啦，有的没有的啦，鞋子要 Nike 的啦，啊，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名牌，而且那个名牌那个标签，我们去买那个衣服，做一个最好正在外面走路摇摇晃晃的，还可以躺，请你搞清楚，看起来虽然差不多，可是这是名牌的。你就会认为说，只要我有这些东西，别人看我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可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他们看的东西到底是你还是那些名牌呢？他们注意的到底是你还是那些名牌呢？方法哦，前面我们刚刚讲到这种物质方面，我说那种消费标签，喜欢被人家贴上标签嘛？你是什么坏小孩？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可是我们会用名牌来给我们贴标签。好，我们是 Ali 牌的，我们是 Nike 牌的，我们是 Swatch 牌的，有的没有的。而我们已经忽略了，我们买这些东西是要实用，是要它用久了不会坏掉，还是说我们只要那个名字？好，接下来到底第二种方法去让人家肯定我们通常都用什么方法？就是名利。什么叫名利呢？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那个选举人啊，在那边啊互相攻击啊，然后能够上立委或者当上市长、总统，然后把别人踩在脚下，不是只有这种。我们常常需要社会的价值观来肯定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在念书方面，我们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老师一定都只喜欢功课好的学生，老师都不喜欢我。好，你就会自己已经先认定了说，只要我念书念不好，我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好，自己已经先给自己一个设定了。可是每一个人如果都去念书，谁要去种田呢？谁要去捕鱼呢？谁要负责清洁当清洁老夫呢？大家都念书好了，就变成一团脏乱的社会，对不对？你自己念书念稻谷啊，对不对？还要去织衣服啊，好，你就自己一个人。所以都是固定，它永远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总是会说，总是会看别人说，哎呀，他已经念到什么学校了。然后邻居都会在问说，啊，你要不要继续念呢？你要不要怎么样？就开始跟人家产生一个比较心理，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念到什么，我只要念到大学，我只要书，只要念到博士，别人看我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这些都是短暂的东西，人心嘛。如果今天一个人再怎么帅，你可能一开始会给他一个赞叹，就是说啊，好帅哦，好漂亮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说你真的聊得来的人，或你真正欣赏的人，不见得就是最帅的、最漂亮。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好，你喜欢的那个亲人，可是你怎么看都漂亮。对，妈妈看起来我竟然不爱倒哎，然后把我的比哎，啊，没得比呀、啊！我的女儿是最美的，别人没得比。她已经超越了一个外在的假象，所以这是一般迷思，我们其实都容易这样子啊，不是只有别人，同学也是啊。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是这样，容易去迷失掉，让别人来给我们鼓励啊，你考得很好，你考上什么学校啊？你是哪？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期待我们做什么事情，别人来给我们鼓掌，这只是一种小丑的表现。只有小丑在台上表演，然后让大家笑他鼓掌，表演好这样子。所以我们不用找丑，我们只要肯定自己心中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忘记我们的真我。什么是真我啊？大家要知道，天命你就会信嘛。我们自信，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责任，都有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遗忘了这个天爵？孟子里面讲到天爵嘛，爵位的爵。我们不要，我们
短暂的人觉，我们都太注意去追求，我们已经忘了天觉。好，上面所说的五十，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话，真的没什么好玩的了。好，那接下来呢？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在这个社会哈，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利己不利他，而且很重要的是因果观跟轮回观的一个虚伪。很多人我们都说啊，我们是新世纪的人，我们是年轻人，不像你们这些老人 LKK 啊，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因果循环、什么轮回，他们配的，那是唬人的。可是真的是如此吗？当我们的因果观念、当我们的轮回观消失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很容易成为一个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什么叫做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呢？利己不利他，我自己好就好，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活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活到几岁，我能够花多少的尽量花，我能够用多少的尽量用，反正我就只活这么一次。然后你就会好像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代的感觉啊，下面不会有下一代的人了，我就现在尽量的花费，尽量的浪费，没有建设就只有浪费，只有消耗。好，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去深思的问题哈。我们常常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会说我们人比动物还伟大，我们人比动物很厉害，但是其实只要你仔细去观察世界上这个万事万物，大自然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包括动物的行为，包括植物的生长，啊，天地日月，什么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说啊，我们人是最有良心、最有道德，真的是这样的。动物就没有吗？其实万物跟我们是平等的。我们现在就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举完这个例子，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或许在看到一本叫《国家地理》杂志，或许看到这一篇，刚开始是被这个封面所吸引，好可爱，真是太可爱了。或许第一次看到这个动物，你看它，因为它是摄影师很近的去照它，把那个摄影机呢挪到它的面前，所以它，你会发现它整个身体都是圆的，好有圆，眼睛也好圆。而且好亮，好可爱。他就一副，因为他从来没碰摄影机嘛，他就这样瞪着。因为在那边研究的学者已经跟这些狐獴打成一片了，啊，所以他跟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啊，就觉得摄影机很奇怪，就碰到前面这样睁大眼睛的看。那后学呢，看到里面的报道之后，非常有兴趣啊，就到网络上去抓了一些图片下来。狐獴这个东西，它是哺乳类型的动物，它非常有趣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滑鼠怪怪不能滑，是跑掉，不好意思。现在给大家看几个图，我们就可以下课了，快出来吧。他的话是很清楚了。那你们后学往下和往上，好，到了。啊，狐獴，因为这个笼子后学那个电脑上出不来，所以它加一个“犬”字边，这样看得清楚吗？它的题目是《狐獴高高在》。狐獴这种动物很有趣，它是在克拉哈里沙漠，啊，一个这个温差很大的地方。那你看它样子很可爱，因为它很喜欢这样。它本来是这样，它是很想这样站起。然后它成年的狐獴大概只有30公分，就是如果加上它垫脚尖起来30公分。然后它很可爱，它每次都喜欢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看下一幅，这是他们就是在守卫时的那个动作。哎，他们很团结哦，方向都一致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他们，因为他们，我们知道说沙漠它温差非常大，它早上虽然非常的热，可是它到了晚上气温就会骤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他们都会缩在一起，互相取暖。等到早上的时候再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晒太阳，对着太阳晒太阳。好，这是他们小的是像左下方，那大只的哈、啊、是有守卫的这个功用。那我们再看一张，好，这是它的不同的方向，不同面，很可爱。然后为什么会需要特别请他们呢？它这个哺乳类很有趣哈，我们常常说我们人会互助合作，非常伟大。其实他们比我更伟大哈，他们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哈。我们刚刚说呢，它一个一个团体，他们是一个一个小族群。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人哈、啊、会帮助邻居啊，会帮助我们自己的亲人呐 啊，你等到有危难的时候，我们照顾他。哺乳这个动物更可令人可敬。如果说它成人的狐獴呢30公分的话，如果按照它的互助合作的特性的话，它算是一个巨人。所以标题说它是沙漠中的巨人。为什么说它是巨人呢？假使他们一个团体里面有八只成人狐獴，他们只有其中2只会负责繁衍下一代，那其他6只做什么？第一个做保姆，第二做护卫。站哨，所以他们都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去守护。而且你会有时候我们想说，哎，那一定是他们有亲属关系。错，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可是他们会为了他们这两个成人的狐獴所生的下一代啊，尽起他们负责保卫的这个责任。他们不会去繁衍，其他6只成人的狐獴不会去繁衍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所有工作就是去当保姆，还有去守卫，甚至为了做这2种工作，然后去丧失他们的体重。所以你会看到，他甚至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这个动物，他们都能够去彼此互助合作。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回想一下我们人，我们真的是蛮惭愧的。好，那或许曾经在网络上也看过是念，不是那个后面你把它剪到那边。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哎，谢谢，就先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李长。
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我们都非常非常爱惜。我爱我的手，我爱我的脸，我爱我的头发，所以我要去保养。对，我爱我的身体，我要去运动，来让它更强壮，有那三头肌、腹肌、腹肌的哈。好，所以说呢，你全部都很喜欢，今天就是所有的嘛，全部都喜欢，所以你就全部都保养。没有尺寸的肌肤不会喜欢你，然后你每个都爱，所以尽极尽所能去保养啊，延缓老化时间啊，哈，锻炼一下身体啊，强壮一下。那我们要如何去思考说这个人保养的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其实判断在于哪里呢？其实最后一句最重要，于己以取之而已。我是只要保养我外在看到的东西，我的耳朵、我的嘴巴，好，我闻到香的我就想吃，我看到漂亮的我就想穿，好好用的我就想用，眼睛看到喜欢的我就来买。你是你保养这些东西，还是保养你内在？保养你的内心，保养你的自信。所以于己取之而已，没有别人可以告诉你，没有别人可以去控制你，只有你自己能够告诉你自己说，我要保养哪一个部分，我要维持哪一个部分。好，其眼未见有小大，不以小害大，无以见害贵。量其小者为小人，量其大者为大人啊。你是大人也嘛，哈，你是要同常有听过一句话说，义务而不义于物。什么叫义务？努力的义。我们要去使用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被东西所使用，我们不要被它所牵着走，义务而不义于物啊，不被东西牵着的走。好，那我们看下一则，好，麻烦那个先生翻一下。那第二则呢，也是有关于孟子所讲的一段话哈。好，我们看下一段。他说呢，公夫子有一次就问他说，军事人也军事都嘛，军事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可以啊，有的人他就可以成为大人，自由的人就变成小人。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刚刚前面那一则我们都解释过了，现在各位伙伴应该清楚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主导我们做事情，还是用我们外在感官的欲望来做事情呢？我们是要被我们的嘴巴、被我们的鼻子、被我们的眼睛控制拉着走，还是要让我们的心去主宰？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军事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呢？为什么有人他就能够让他的心去控制他的行为，有的人就偏偏让他外在的一些器官感官去控制他自己的人呢？好，慢慢再按一下就有下一段。好，他说，曰耳目之观不思啊，而必于物。我们的眼睛、我们鼻子、我们嘴巴，我们接受到外在的反应是直接的。我们看到漂亮的，我们说漂亮；我们闻到香，我们会想吃。所以它只是一个物，它很容易被引导走，很容易被牵着走。我们这些器官是没有思考性的，好，它是自然的反应。闻到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叫，这是自然的反应，它是耳。好，那物必于物，它容易被物所引诱了，所以它就被蒙蔽了。要物交物，我们这个外在感官跟外在的东西合在一起，两个互相影响了，变好朋友了，则隐之而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我们的感官，只能被这些东西所影响，被拉不走。心之观则思啊，我们的心是可以思考的，思则耳得之而已。如果我们心就会停止动作，好，我们就会有思考，我就会思考哈。先立乎其大者，其为大。怎么样成为大人？去思考，去思考。是每个人，我经常啊，在拉扯，他就不消力而已。说他就是我们会有情目标，以目标获得好尽情的想啊，为我们现在新人可能一些像是因果循环啦、轮回啦，这些在年轻人的眼里当中都是感觉上像是不该被提起的，觉得说这个是老人才会相信这种东西。可其实真的这样子吗？我们刚刚我们来想一下哈。从因果报应这个观念下去看的话，其实因果是不信吗？因果是老旧的东西吗？我们在我们任何做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因果，对不对？我今天丢了一个香蕉皮，我走过去就滑倒，
我今天打你一下印，走一圈，这本来就是因果，有因就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从生物上，从医学上，全部都是情有可原的，全部都有因就有果。这个不是一个老旧的观念，哈，它事实上是不停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近后学看到一个报道，很蛮轰动的，各位伙伴应该都有看到电视上的报道，一个小女孩被很多只的野狗一起咬，哈，然后呢，旁边的路人以为那个是洋娃娃，可是没想到那是小朋友，被咬得奄奄一息。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那野狗真是没人性啊，没天良啊，哈，这抓那个该把它抓去，那个全部都弄死啊，是不是？大部分的反应都会这样，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应该要仔细想想，为什么？为什么野狗会这么多？为什么野狗会咬人？有的人平常看到狗就喜欢听到人家，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种小朋友就记住了？看到狗就，人家本来狗在那没事，他就拿石头去丢啊，或者是他跑去追啊，然后嗡嗡嗡这样子，然后狗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性情大变的感觉，他就觉得那种只要是长那个样子的都是要伤害我，他就会很习惯的有那种防卫心。还有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野狗？各位伙伴应该都知道，因为很多人爱养，可是养了以后养了一半就不要了。如果你被人家照顾了好好久好久，突然有一天狗不要你了，你会觉得非常难过，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对不对？弃之如敝屣，本来是捧得像什么一样。那狗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感情的动物。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些野狗来咬人？都有它背后的因素存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事情，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你错你对，谁错谁对。其实它都有它的源头在。我们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只会看那个果，我们都不知道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种的因。好，所以因果这个观念事实上它是非常科学。现在轮回的观念，轮回观念真的是假的吗？大家真的应该不要去相信它，这是老旧式的思想了吗？好，各位伙伴，你仔细想一下，我说，怎么以前讲什么呢？上个辈子的事情哪会知道那么多啊？干嘛想一些有没有的？好，什么前辈子，那些都是老人在讲的。可是你有想过，你如果不记得的东西，就代表它没有存在过吗？上个月的今天是27号嘛？那请问各位伙伴，你们9月27号做什么事啊？你8月27号做什么事啊？你去年的这个27号又做了什么事啊？你完全没有印象，对不对？那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印象了，更何况是上辈子。所以你要不要相信轮回观呢？相信轮回观真的都是老化的吗？我们看一下埃及人，埃及人他们轮回观非常的强烈，他们一直相信他们有来世，所以他们有一个很伟大的什么？很伟大的建筑物。前一阵子是那个古巴金字塔吗？全球直播，或许这个前景大家想要去看，也期盼很久。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伟大的建筑？是在于他们的思想，他们相信有来生。好，所以国王一开始，我们刚开始比较早期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说建造金字塔是努力，但实际上并不是。好，以前的人都以为说金字塔是他们打架然后俘虏了很多奴隶之后来帮他们盖，其实不是。经过研究发现，其实金字塔的建筑完完全全是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自己的人民花他们的力气，好，甚至住在那附近，然后就为了建造那一座金字塔，因为他们相信有来生，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世上，只要你符合公理，你做的事情都对得起自然生息，你就能够获得永生。所以说，这样子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吗？你看他们有对未来有一个期许，有一个憧憬，他们能够建造出这么伟大的东西，全部都是靠他们自己人民的信念。所以我们说这个信
生活上很十分的如意。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路上超级匆忙，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你会发现帮助我们去一开始在最急难的时候帮助我们是家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社会上发生的状况帮助我们是陌生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说这不关我的事情，这不是我的家人，这也不是我所要注意的事情，车祸的人死在那里，没有人会去管你。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路上有车祸发生的时候，在四周围帮助他的、帮助那个患者的，其实不是他的家人，在第一现场。而像是如果是空难啊，或者什么一些灾难的话，帮助他们的也不是家人，在第一现场里面，永远都是一些陌生人，他们伸出他们的援手。对，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想到自己，而没有去想到别人的话，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以后你遭遇到了什么事情，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好，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再来第三者就是传统遇到的关的遭漠视，当然有很多啦哈。像新一代的人，很多会觉得说，哎，公司咪孝顺啊，帮他咪爱礼貌有礼貌啦，什么都不用啊。自己像那个大学啊，很少，几乎没有什么系所会老师来的时候还要起立敬礼，老师好的有没有？几乎没有啦，甚至是老师来等学生，学生一个都还没到，因为大家昨天都玩太晚了，睡过头，所以都是老师在这边上课，然后学生都还没到。那有的时候像后学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后学就会有一个身份的体会。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周公之礼呀、治礼作乐这些，真的都是不必要吗？是多余的吗？其实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我们以礼来讲好了。礼呀、在古时候，就在西周时期哈，治礼作乐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繁复的礼节。我们去看一下古代文献的这个记载，会发现说丧礼、婚礼，好多好多的规矩。但是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么麻烦干什么啦？什么哎，娶个老婆干嘛这么麻烦？过来就好了，对不对？好，那个丧礼不麻烦也就好啦，为什么那么复杂呢？还要规定人家说你第几天开始不可以哭，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多规定？其实这些规定照理来说，它都是完完全全按照人的本性来出发，真的是这样。好，其实简单来讲呢，人他是礼的内在依据，我们是依照人，我们本身的人心啊，这个自信来去制定这些法、这些礼节。那礼呢，是人的外在的实现，所以他们两个是互为那个互相辉映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心里说，老师，我对你非常尊敬呢，我很尊敬你呢，可是讲话都没大没小，哎，老师啊，哎，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希望说，老师能够跟学生啊，亦师亦友，对不对啊？刚开始的时候，后学习就是尽量尝试这样，希望学生能够跟后学讲很多他心里面的话。好，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轻松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后来发现不对，会有差别。如果你缺乏这个礼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常常就会逾越规矩，学生就会说啊，老师你那边啊，好，或者是已经跟你甚至把你当晚辈，老师你应该这样不对啊，怎么样？好，你本来是一个想要用一个叫和缓的这个手段去跟他做朋友，可是相对的，他也就会觉得说，老师不只在乎这些礼节啊，我就可以随便。那你心里面常说，我尊敬老师，我尊敬什么？可是你做出来却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平常在国堂里面，我们一来到这里，我们要先参加，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上下课都有所礼节？第一个告诉你说现在已经上课了，第二个告诉你说，这是一门要学习的课，要分享的课，我们应该用比较严肃的心去看待它，啊，比较正经的心去看待它，不是随随便便。所以这些礼节，它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只是后来我们人只是太注重这些礼节，而去忽略了它原来的镜子。欢迎光临，谢谢，欢迎光临，道君好，道君好，道君好，欢迎光临，道君好，欢迎
欢迎欢迎，哦，很好很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哦，贺江贺江，欢迎，谢谢谢谢江贺江，哦，好，江贺江贺，好好好，嗯，贺大姐姐，欢迎贺大姐，哦。先放啊，来先放，来先放，放。嗯，哎呀，光临，哦，好，欢迎光临，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好。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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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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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临，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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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临，谢谢谢谢，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总人口数呢，至少在十分之一以上。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主流价值传播出去，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祥和，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富强。那么我想，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感想跟观点呢，跟大家共同来勉励，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把它讲出来，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商量。谢谢大家，也祝我们道路昌隆。那么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啊，感谢咱科技一啊，主秘书长呢啊，给咱做一番的这个秘书。韩井号佛教井号佛学井号道教井号 URL 井号网址可能有铅笔底线井号文史哲资料零一
2023-12-17G 井号年度献礼井号百宝箱井号宝藏井号网络资源整合井号研究所参考资源井号教学参考资源井号频道主参考资源井号老照片井号故宫文物2017年起开放70000张书画器物图片免费下载井号 ADB 井号资料库操作搜寻会出目录清单https://drive.google.com/file/ejtewtcajrsss290.bloombosks1/view-usp 等号 sharing 一国家图书馆全球资讯网一全国图书书目资讯网二图书联合目录三大陆出版品书目四全国新书资讯网五华文知识入口网六知识之窗网路资源选介系统七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系统 1946-1979 八当代文学史料系统九国家典藏数位计划十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库十一台湾地区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十二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十三台湾研究入口网十四台湾概览系统十五走读台湾二汉学研究中心一汉学研究中心典藏书刊目录资料